市长，我上个礼拜有开个记者会，关于台北市连开宅的乱象，发现很多的二房东包租公寄生在我们的连开宅。市长，您施政报告提到要亲友所居，落实居住正义，结果我们事后了解呢，光是美和市重复承租一户以上的有238户，甚至有人呢，这个排行榜有人一次承租28户、20几户的比比皆是，比比皆是。而且我们去比较价格，让市长看一下哦。我们的连开宅呢，标出同样坪数，市价要25500，但连开宅只要13600，社会宅还要17100，楼层还更低。所以我们的连开宅呢，修个短袜，而且有很多的包租公去转租的情况。下一页哦。其实我们去发现呢，连开宅跟社会宅有什么不同？让市长看一下照片。捷运局跟我们说，连开宅有装潢，这连开宅是毛坯屋，社会宅有装。市长，哪一个是连开宅，哪一个是社会宅？你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两个一样啦，两个几乎一样啦。B 是连开宅 ，A 是社会宅。就连开宅价格低，还比社会宅便宜，像我们这些年轻人情何以堪？然后呢，在我们开完记者会之后，雪片般飞来的陈情都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是转租的，他们是承租，他知道房东是二房东，是包租公，而且还要联合涨价，而他所承租的金额比房东承租的金额高很多，他们也不敢去踢爆，陈情市政府都没有回应，这样上下其手图利包租公的状况，市长你有没有去了解要不要处理？跟你说报告，违约转租的话，我们现在全面好，第11组质询结束，我们请第12组。